滴答滴，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二一，吹啦。
拉西哆瑞咪瑞哆西拉，吹，一二三四。升发，现在它降了六音，原本升发就要怎样？还原发。你找到第一拍吗？第一拍，我们一起点头。开始，预备。升哆瑞咪，升发升嗦拉西，二回来，西拉升嗦拉西，好，一二上去下来，拉西。Do 还原 mi re 哆还原 mi 拉 si do re mi fa so la
西拉，发咪瑞哆西拉。六一二，一二吹出来。先记得就是大调的降什么？降三跟什么？六降六。OK， 那现在呢？这个速度会变哦，每次都加五哦，每次都加五。然后呢？注意听一次哦。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拉嗦咪瑞哆西哒滴滴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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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然后换成小调，可以吗？好，就这样哦，预备。你们听到这个节奏，我这边它是写 tango， 阿根廷 tango， 所以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解释一下它的那种不一样的那种节奏的内容哦。好，注意看喽，先唱一次唱，拉西哆瑞大调啊，嗦拉西拉嗦哆咪瑞哆西拉西哆，大调。大调要升哆哎，现在不用了，降三按哎，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拉嗦哆咪瑞哆西拉西哆咪发嗦拉西拉嗦发咪瑞哆西，预备，吹，开始大调。练习我们刚刚已经结束了，我们刚刚已经完成预备练习了。你们现在的练习全部都是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拉嗦发咪瑞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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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爬音，换小调，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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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预备。拉西哆瑞咪，预备喽！大调，然后再去小调，大调再小调。哎呦，哎，你直接吹好不好？不需要等我这边，预备啊，来哦，来哦，不用等那么多次吧？开始，大调。Thank you.
二，大调二三四。现在我们来打这个节奏，注意听。我只要你们打那个动动的地方，听那个洞在哪里？哎，它不一定会出现哈。我们先来打，对，打一个基本款，一二三，洞，嗯，洞，好不好？一二三，洞，嗯，洞，唱一次，一二三，洞，嗯，洞，
三，动动三唱，一二三，动动，一二三，动动，哎，脚要打拍子啊，动动，一二三，动动，一二三，动动。好，他有一个后半拍在捣乱你们，对不对？还有后半拍在捣乱你们，所以你们在跑这个音阶的时候，我们要结束咯，可不可以打超级快的？一三动，一二三动动，一二三动。动，一二三，动动，好，我唱你的吹，来个吹吹 A 大调好了，包括爬音，好，拉西拉西哆瑞咪发嗦来，拉西哆瑞咪发在这。